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我说过不要惹我，我做的任何事都比你来的突破，想出新的把戏比你来的轻松，干掉你不需要动太多干货。像这里就是 LeBron 7的 MVP， 那这个我之前有开箱过的 Celebration Pack，那上面现在堆满的东西。如果有在看老师的鞋评影片呢，小编之前也有为大家带来这一集的这个鞋评。那再来介绍我展出来的签名的部分好了。好，从这边开始，这双是 Rose， 那这是他的签名。哇塞，哪时候拿到的？虽然他现在受伤，这个是我从 eBay 标下来的。oh, OK， 那他受伤，可是我觉得他很有潜，其实他很有潜力。嗯哼，只是可能他的打法太巨，他太运用他的爆发力了。嗯哼，对，那再来，大家应该很熟悉 ，Wait， 还好 Jordan Brand 的时候有买到，现在在李宁呢。哇，那这个是 Black Griffin。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鞋子前面写 ROYEE， 就是 Rookie of the Year。OK， 对，那这是他自己写的。对，这是他自己写的。哈，那这是 Panini 的证书。那像这个大家应该最有兴趣，公牛三巨头的签名。哇哟，这个是 Dennis Rodman。嗯哼，这个是 Scottie Pippen， 只是应该不知道 tape 不 tape 得到，因为 Scottie Pippen 比较不清楚，比较不明显啊，可是很清楚。take it down 好，等一下，好，可以。好，然后这个是 Michael Jordan， 那再来这里，我第一双签名鞋，那不然2011来台湾的时候送给我的。哇、wow、虽然有一点，可能当初不知道怎么保存，所以有一点糊掉，但是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永远是第一。OK， 那再来这个 Kobe， 这个 Kobe 有一点特殊的是，他全球只有一双。嗯哼，它上面有四个 Kobe 的签名。我相信大家看得到一个、两个，那中底这边三个，是、那第四个大家在哪呢？要从后面绕过来看。那 Panini 的证书上面就是比较特别，就直接在上面写 One of One。OK， 在直接从外面拍过去就可以看得到。那最下面是 Limited Edition One of One。哇、那这双鞋比较特殊的地方是，如果大家有 Kobe 六代的 BHM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，这个是电绣的版本，不是正常来讲是热压的，这个是电绣的。那这个 size 是 Kobe 的 size， 14号。嗯哼，对，漂亮。那再来往上看，这边 Rookie， 这双是当初林书豪的 Air Force， 然后这个 LeBron 6 LeBron 9 LeBron 9的佛罗里达配色跟黄蜂配色。那这是 Bronx， 它上面就是一些 Jordan， 跟这边是一些 Air Force。嗯哼，对。这个如果要一双一双拿出来，真的是有点困难度哦。哎，小编，我这边看到一双 Nike SB， 这一双是什么呢？这双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老师应该也很清楚这个是什么，大家知道了，大家应该有印象。它其实它的细节做得不错。拍得出来吗？它是很多个小人，整双鞋都是这样，这样比较这样好好多，是很多个，其实这个细节很丰富。嗯，对啊，这是我少数的 SB， 看一下鞋垫，鞋垫可爱。那完成这一面墙的介绍呢？哎，小兵，放你床头这边上面有一个不单纯东西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当初我跟 Scottie Pippen 的合照，那这个是他签给我的，他上面写了 Best Wish。OK， 对，那我就因为其实他那时候签跟照片是分开的东西，我试着用可能东西把它整合起来，看起来像是一个整体。是，对啊。那那边是快艇全队签名的帽子。哇，全整个球队。对，今年这个赛季的。哇塞，就是 Chris Paul 啊 ，Griffin 啊、DeAndre Jordan 全部都在上面。都在上面。在这一面墙。这面这个柜子其实基本上它放书的、都塞在里面，书都塞在里面。这个是 Ned Robinson， 然后 Robert Horry， Carmelo Anthony 的签名 ，David Green， 然后 Jason Williams，然后这个是
Allen Iverson， 他当初来的时候签的，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礼物。他说这是当初 Iverson 来台湾的时候签给他的。嗯，那签了两张，他把一张送给我，哇，这样。比较特别的这一面，这个柜子比较特别，应该是这个 Gary Payton 这个部分。OK， 那为什么特别？因为我镭射鞋子送他，嗯哼，他希望跟我进一步的联络，他就在球上面写上他的地址，嗯哼，然后还有写上他的 email。哦 ，OK， 那真的，我跟他联络到，真的联络到人，我还蛮惊讶的。嗯哼，那他进名人堂的时候，我有恭喜他，他跟我说，谢谢你的祝福，这样子。是，那其实我觉得他的人是。看，不要看那个嘴脸长那样，是他的非常好。对，然后再来这一面，就是姚明，然后 Richard Hamilton， 嗯哼，然后 Rondo， Chris Anderson， 林书豪，然后 Kenny Anderson 跟 Chandler Parsons， 然后 Kevin Durant， 林书豪，然后 Paja， 就大概近期来台湾的，嗯哼，这样子。OK， 对，哇塞。也是都是自己去等这样子。对，这里完全没有买的东西。OK， 这里面完全没有买，都是自己等。OK， 对，非常珍贵。嗯，哇塞，哇，那相信刚刚呢看完小兵呢一部分哦，真的是只有一部分的收藏，你们大家都真的是非常惊讶哈。那小兵在此，老师又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说除了收集鞋子以外，你还有收藏哪一方面的东西？除了鞋子以外。我很喜欢 NBA， 所以当然周边商品。哎呦喂、啊！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是就是签名的部分，那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去要的，嗯、只有少就一件是买 Jordan 的，嗯哼，买 OK， 其他就是自己。那没有签名的部分就下回了。没问题。就是我们这边看，其实都是近年来我来台湾的了。OK， 也都是辛辛苦苦去排队排的，都是辛辛苦苦等。像这个前一两个礼拜吧 ，Batun。OK， 对啊，这次季后赛打得还不错。而且每次小兵如果有要到一个签名，他都是有 PO 照片的，就是说实际这个球员签的时候，对啊，就是签了不少件这样。哇塞，因为我蛮喜欢他。哇塞，摆住，然后。这是传奇，这件比较特殊。嗯哼，这件是 Rodman 去年比赛穿的球衣。哦，台北的传奇赛，高雄的传奇赛。他给你哦。对，他直接拿场面，这有照片。有照片存底哦。Rodman 直接拿给我。哇塞。那就是他身上的这件，当初他身上的这件。有特殊的味道吗？超臭。真的吗？超臭。你有洗过吗？还是就原汁原味？吹风这样。然后这也是他签的，这也是当初传奇赛。哇。然后再来，还是他签的。Rodman 签名，因为我很喜欢他，所以他签名我就尽可能的要。喂。那到最后他跟他宝贝都认识我，所以其实他知道我自己真的喜欢，也不太会说不签，干嘛的？是。那这个。这是前年的传奇赛，他帮我签的。那这个很特别，这个是在电梯里面，嗯，我就直接叫他帮我签在背上，所以就签在左上角的部分。哇，这件也是特别的，这件是 Jason Williams 去年穿的球衣比赛。那他比较特殊是，他跟主办单位要说可不可以跟我见个面，他知道我有雷射鞋子要送给他，是，然后他就说那他会拿他昨天比赛穿的。球衣跟裤子来作为回礼，这样，嗯哼，那就像是一个跟他聊聊天，然后给他个东西这样，是，那就是他这衣服跟裤子就是去年的，哇，那这个是衣服的部分，那你看他的签名，对，然后帅，这边是他穿的裤子，一样有签名，而且其实当初。这个东西没有签名的，那是他要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个要不要签一下？”嗯、然后当然好了，就又签上去了。嗯哼，那这个就是 to pin pin 就是冰，冰 对是，那就是也是签给我，这个就没有穿过了。然后这个就是活动签的，这是跟 DV 的，他们 DV 的活动 T 恤。嗯哼，对，那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活动，这样。哇塞！然后这个 Gary Payton， Gary Payton 的签名球衣。超音速队，佩特，这样看，水，对，这个，这也是他签的，这件就是有写 to Eagle， Eagle 是我的英文名字，嗯，
其实他这个班还有签一个在旁边，只是我折进去的，所以等于这件有两个 Payton 的签名这样。OK。然后 Clyde Drexler， 红衣的，他是一个，他在我印象里面是一个老绅士，他穿得非常的绅士，是，那也人也很有魅力。这件特殊是，这件是 Gary Payton 从美国寄来送我的球衣，他大学的，然后他跟我讲他这件是穿过的，因为我有。他后来留下 email 之后，我还有跟他进一步联络。那他就是做送这一件，还有这个他的 T 恤当做我的礼物。哇塞！那这就是去年台北赛 Granger Danny Granger， 然后 David West， 然后 Roy Hibbert、Lance Stephenson， 然后 George Hill、Louis Scola。然后这个就是。Scola 国家队的球衣，哇！大家知道在国家队的表现异常的好，数据非常漂亮。然后再來下一箱是大概 Turiaf， 也是最近来台湾，然后 Rodman、Chris Paul、Griffin， 那这件就是我唯一用买的一件 Jordan 北卡大学签名的球衣 ，Nice。然后对。Kevin McHale， 然后 Everson， 是 Everson 橄榄美式足球的球衣，嚯，也是签名的，帅。这也是当初朋友多钱就给分给我一件的。那配甲，这是下面是不是配甲？神射手。哇。再来最后一箱了。这个Dwight Howard那一张 Two Eagle， Nice。Nate Robinson， 这个比较特别的是，我叫他写 Slam Dunk Champ， 灌篮大赛冠军。Oh. 就是情急之下，赶快跟他讲，球员都会写。然后也是 Two Eagle Nate Robinson， 然后这个就是 Paul George。啊，再来这个应该大家比较会有兴趣。Jeremy Lin， 你知道吗？漂亮，这个是比较少见，他是签全名。是，对，那再来也是林书豪，但是这个就是签一个很像林，对，就比较简陋这样子。哦，那 Ashik， 然后 Parsons， 那其他这个就是 Beverly 啊 ，Parsons 啊，然后其他人签名这样。漂亮，大概签名球衣大概就这样。OK。相信这一次我们专访小编的这一集哦，这个 Sneaker Kid 特辑呢，真的是非常的让我们惊讶。一个18岁的年轻人可以有这么如此壮观的收入，真的是不简单。那也在此从小编这次呢学到蛮多东西。只要呢你够坚持呢，其实很多你想要的成果都会得到。那小编，你可不可以在啊我们看你老师这个频道再给大家一点 Big Shout Out 啊？他有什么？这次很荣幸受到他们的邀请，那我觉得老师的也非常赞，很像是有一种像是有距离的感觉，因为大家平常看到他是在 YouTube 上面啊，或者是在 Facebook， 其他本人非常赞，就是记得看看你要看你老师，下次见，谢谢，拜拜。